迟到，对不起。我对不起大家，迟到。我甚至还没化完妆。嗨，大家午安。我对不起大家，我迟到了快要十分钟，先跟大家跪。而且我发现我最近真的，我觉得我太久就是没有好好化妆了，因为最近就是一直练习的日子，然后现在练习就都很早，有时候很早，然后就会都没有化妆，所以我发现我最近都没有真的好好化妆，然后我今天要好好化妆，我就。就有点生疏，对。我真的很久没有好好化完一个妆，就是工作的那种妆，就是有底妆什么的。因为我这阵子直播也都是就是化的比较简单一点，没有底妆什么的。然后我今天要好好化妆，我就觉得好生疏哦。而且我的双眼皮就是很久没有用了，就是现在去。练习什么都没有用，就是完全全素的，然后双眼皮就很久没有用，然后就觉得怎么贴都不顺手，就是今天怎么贴都怪怪的，可能那个形状又变回去很原本很内伤的样子吧，就没有比较没有那个线，就很难用的跟以前一样，你知道吗？很生疏。我觉得我最近要就算是练习也要一点点画，不然我真的会不忘记怎么化妆，就是那个熟练度有差，还有我眼皮的长相也不一样，真的，我真的觉得我现在练习要开始要就是用个双眼皮跟淡淡的妆，但我的眼皮又变不回我以前好贴的样子，拜托你乖乖的，感觉今天比较红一点，今天妆比较浓啊，因为晚点要去吃饭，所以今天就。化比较完整的妆，但我还没化完，还没用睫毛，不化就很美，化妆又，而且我衣服也还没换好，我真的想不到我今天晚上要穿什么，你知道吗？谢谢黑杰克的摘星会员票，等一下，就是女生很麻烦，常常。是吃饭也要想要穿什么，也不是多重要，也不是不重要，也不是很重要。怎么说？就是你们知道那个穿衣服也是要分，到底是去什么场合，觉得很麻烦。其实也没有那么麻烦，就只是想要好看，可是又不想要太过度打扮，你知道吗？女生，我真的很常去，就是一个聚会。然后就要思考说那个聚会到底是怎么样的程度，我要穿怎么样的程度的衣服去，就是感觉今天的聚会就是不用太庄重，就是轻松的感觉，但是又想要好看一点，就是朋友吃饭这样，就是轻松，但是又不想要太随便，轻松好看，好难哦。今天结束前的目标是对，今天结束前的目标是完妆跟衣服想好，可是我现在脑中完全没有衣服的想法，没关系，我们今天有很久的时间可以慢慢想跟慢慢化妆。我真的是在家太居家太久了，就是我现在已经大概有两三个礼拜几乎都是就是运动服出门练舞，不然就是在家睡衣，已经很久没有好好打扮自己了。我真的从日本回来之后就，除了那次的那个国际动漫展的那时候的工作有好好打扮之外，从那之后好像就是运动服，然后都素颜，然后不然就是在家，就是很久没有好好。那我后几天要去烫我的头发了，终于
不用再忍受他的自然卷了。谢谢钢铁韩粉的猫铃铛，而且我可能会收一点点，可能这样子，就是会变成焕然一新的我，不会再那么随便了。真的觉得女生头发也超重要的，就是真的定期就要进美发院整理一下。其实我每次去用完头发都觉得自己焕然一新，然后就会开始想化妆，你知道吗？没事啊，化妆很麻烦，女生都懂，真的打扮自己真的就是，虽然也没有不喜欢打扮自己，还是蛮喜欢漂漂亮亮的样子，只是就是会要花很多心思。对，收一点点，那我对你的喜欢应该多一点。哎，我真的觉得，你们不觉得每次一个女生弄完头发都会觉得她整个人形象差很多吗？像之前诗雅也是剪短发的时候就觉得，哦，不同人不同感觉。我真的觉得剪头发就算只有收一点也有差，所以请期待一下。但是我应该不会剪太短，就真的一点点吧。品涵未来会留跟台言时期的头发长度吗？我觉得我可能比较适合中长发，也没有很排斥长发，可是我身边大多数80%的人都说我比较适合就是这样子中长发，不适合太长的头发。对，我身边大部分85%的人都这么说。应该不会像武丹那么短了，不会像武丹，再长一点，中长发一票。谢谢 Lose 的猫铃铛，但你收一点点的话，要不是你今天讲，不然应该不太会有人发现。怎么可能？这收这样子会发现吧？就是整个会不太一样啊，到肩膀欸，会发现吧？谢谢科技的缘分相遇。没有那么难发现好不好，大家，我是直男，大家用心一点观察，没有那么难发现，当然不会发现，没有，很明显，这剪这样很明显吗？五单头发一票，感觉因为比较小所以中长发比较好，可能是吧，比较小只不太适合太沉重的头发，就像我以为我只晕一点点，然而也晕成小狗，肩下4到6公分。而且我最近就是一直很想要自己也会整理好头发，所以我就一直上网看一些，就是你知道日本，因为我觉得日本蛮会用头发的，所以就 YouTube 现在免费资源很多嘛，就上 YouTube， 然后很多日本的发型师、发廊那种发型师都会开 YouTube 频道，然后教女生怎么整理头发。然后最近就真的是一直在看怎么弄头发，就是绑头发的啊，或是卷头发的啊。因为我很喜欢那种日，我这次去日本也是发现他们女生啊、男生都很会抓头发，就是怎么说，他们有那种有点微湿湿的头发，就是那感觉就是一定用发蜡啊，或者是发油那种抓过，就是它卷完之后会用那种定型，然后就是头发感觉一根一根一束一束，就是有光泽感，是有点湿发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好看，然后就想说到底要怎么弄，然后就最近一直疯狂的看用头发的影片。留长发先要有个厉害的吹风机，湿湿的还是他们跟你要从外面的？没有，我真的觉得他们很会用头发，好厉害。而且我还去看他们用什么产品呢，就之前有一次我给专访老师用一个，哎，就是我现在公式照的那一张卷发嘛，然后是给专访老师用的头发，然后他就有帮我卷完之后有擦了一个东西，就是让他有那个线条感，我觉得他很好看，然后就现在就疯狂的上网查说，就是日本女生啊，他们都用什么发油之类的，或者是定型的那种，好像有一个 N Plus 的品牌蛮有名的，然后就再看大家比较说哪一个是怎么样的感觉啊。对，发油，那就觉得老师帮我弄得很好看，因为
我真的觉得卷发就是用电棒卷完之后用要上那种定型会比较让它有线条感，真的比较好看，而且比较持久，所以感觉可以学习。或是如果我剪短一点点的话，用就是烫自己整理的时候用一点点外弯蛮可爱的那种感觉，用一点那种定型也比较有线条感，比较可以定住。我努力研究一下。品涵以前不是学美容美发吗？哎，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学校学的真的跟外面还是不太一样，就是学校学的那种还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吗？对，其实我觉得怎么说？没有觉得台湾的发型弄得不好，可是就是风格不太一样。对，我觉得我就喜欢那种有点微湿发那种蓬，怎么？我觉得日系的头发很会弄那种透明感嘛，怎么说？透明感、蓬松感。对，但我觉得台湾的风格比较是那种，就是比较比如说比较。浮夸吗？是浮夸吗？就是比较很难形容哦。没有懂那个发型的差异吗？就是不同风格，真的不同风格。你们走在台北的街道跟走在日本的街道，就是看路人的头发，真的不同风格。没有觉得台湾弄得不好，但是就不同风格。应该说，台湾的发型师通常比较会弄那种浮夸漂亮的那一种，就是，但是感觉日系的那种发型更注重一些小细节，就是可能。平常会大家会觉得，哎，有必要多这个动作吗？但其实这个多这个动作，就会让那个小细节，就会让整体看起来更精致吗？就是不同风格，看你追求什么。就是对风格 ，TB 没有跟品涵同科系毕业，我不知道哎，因为我之前在学校学的那种也是。就是很传统的那种，不太会教说，就是那种编法那种比较少。但我发现是日本人都很会编法，这也是就是我觉得台湾比较少见的编法嘛。因为我也有去台湾的外面的发廊用过头发什么，然后发现编法也不太一样，就是编法的感觉也不太一样。你要来指定一下博维的新发色，我吗？我指定吗？细节很多，但现在 YT 上面很多编发技巧，对，确实是很多啊。可是我每次看一看自己试，然后绑出来都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日本女生也是练习了很久。我每次要照着那个教学用，可是绑出来就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发质，我觉得也不是发质的关系，单纯就是我本身不太会弄头发，手很不巧。你不指定博维又要变红色了，是你抓，可能我抓的那个发流不太对，不是区块不太对，就会绑起来不一样。晃晃去哪？他出门工作了，可能人家有偷留一手。总之就是一个最近很认真在研究日系发型怎么用。而且我昨天自己涂了指甲油，虽然没有到很成功啦，但是亮亮的，可爱吗？我真的从北海道回来之后就觉得不行，我出门要好好打扮。不可以输，
叫要可爱，然后就很努力的提升我的女子力，可是有时候又觉得好懒，怎么办？而且我觉得台湾好潮湿，头发很容易塌掉，就会懒得动。而且我昨天涂这个指甲，真的，我真的觉得自己涂虽然是省钱蛮多啦，比起去外面弄一次光疗，可是自己涂真的好麻烦，就是等它干的时间要很久，你知道吗？有时候表面干了，但是它不小心抠到，还是会就是不见的，是等它干很久，就整个涂完都不能做其他事，我觉得很麻烦，什么都不弄就好。这是我上次回基隆的时候翻到的，我很久以前好像为了一单还二单的握手会买的指甲油，然后很久没，我就放在基隆，然后没有带过来，然后就很久没有用，我就觉得很浪费，所以我昨天就用了一下，亮亮的。这样如果眼睛也撒亮亮，整个人就超亮。还没有，指甲油有过期的问题吗？指甲油还好啊，指甲油没有什么过期的问题，只要它没有干掉，应该都可以用吧。又不是吃进去的东西，或是接触皮肤，我觉得还好吧。话说握手会的衣服有想法吗？还没耶，完全还没。怕变质吧？会不会？不会啦，指甲油都卸得掉。只要没有变色、没有干掉都可以用，这是我自己的理论啦，大家也不要乱听我在面前。我自己比较不在意啦。握手会的衣服还没想，我先想好今天晚上要穿什么吧。握手会还久，三月的事。还要先经过一个四周年才会到握手会，所以还久。想问品涵现在的手指，它是有长新的皮出来了，只是还是有一点疤。这边现在比较需要先准备的是四周年。恭喜三步完手，谢谢。晚点是要去吃饭，还有吃饭。晚上吃饭，四周年，四周年也是来得很快的，最近真的蛮忙的，一直练习练习练习。四周年快，对啊。今天晚上到底要穿什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练武地狱辛苦，说快不快，毕竟延期了一次。真的，哎，我的手机，看一下外面几度。先想色系，先想我要穿裙子还是裤子，这样就有比较好想。今天外面20度哦。19-20度，裙子吗？凉凉的不冷。裤子，因为我不想要太浮夸，想要轻松可是又好看。女生聚会吗？都有哎、欸，就是一个普通朋友吃饭的场合。我想要轻松的，轻松又好看的，不用到太漂亮。都有的话，裙子吗？简单舒服。那我想思考一下，让我看着我的衣服思考一下。20度不冷，不是？不冷。红套装再出，不行不行，红套装那个有点太隆重了，那个需要放在更，就是需要
正式的场合。今天不用那么隆重，今天轻松轻松吃饭。红套装，对，红套装大概就是一年一次，尾牙的时候之类的，就是会穿到的。今天轻松一点，今天还是我就穿个。想很久，你们知道女生出门就在想那么久了，知道吗？还是穿那种。大大的帽 T 之类的，配个长袜球鞋，大大的帽 T， 这样也有露腿，会不会冷啊？露腿会不会冷？想一下，还是我要穿长外套，然后牛仔裤配短靴之类的。你看，就是有很多组合，你知道吗？很多组合，就好像都可以，牛仔裤配个短靴。短跟靴，然后长外套、大衣，很难呢。长裙配短裙，平常的衣服几个柜子才装得下。其实衣服是蛮多的，可是我是想说，有空的时候来整理一下我的衣服。腰腿腰锁骨一套神游戏，对，我通常都是。看一下今天场合要露腿还是露腰还是怎么样。可是我发现我就是年纪慢慢增长之后，发现好像不露腿有时候也蛮好看的。就是我看有时候有些我觉得漂亮的女生，就是比我成熟的女生，比我大年纪大的女生，我就会觉得以我女生的角度，我觉得不用露腿也可以很漂亮性感。就是你懂吗？一个氛围，就是越长大越觉得好像不露腿别人也会觉得好看。还是因为长大比较怕冷，就是比较不敢露腿。怎么办啊？穿啥呢？我看一下，我去看一下我的衣柜。学题，你先拿个几套来，是吗？我先拿几套，那我先脑中搭配一下。外面20度哦，5点19度，7点19、18度，露腿是也还行啦，18、19度，我是觉得露腿还行，不至于到太冷。15度以下，我就会想穿长裤或长裙。还是你要来试衣服？那我思考5分钟。嗯，还是我就穿，想很久。中短裙裙子，我今天好像比较是一个穿休闲一点的心情，比较想穿球鞋的心情，不想穿跟鞋，太累了。跟靴吗？今天好像不需要穿的靴子。今天好像是一个穿球鞋的心情。今天穿好粉嫩，好看。穿全白的球鞋，好像也还蛮好搭。
穿大学 T 还需要穿外套吗？要，不用，要，不用。帽 T，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找到一款，这件配一个短裤，然后配长袜球鞋。可是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穿外套。就是大家应该蛮想看到这点吧，这个樱桃牌的一个针织衫，然后它比较大件，蛮有风，配个短裤，然后长袜球鞋，然后简单的外套，如何？里面有穿吗？没有，它就是一个针织衫，想说好看。但也不会太随便，就是休闲轻松，但是也不会太随便。因为我刚刚眼见自己看到这一件，所以我就配短裤，应该会有个白色的 T 恤在里面。如何？会冷吗？这样会冷吗？我搭个薄薄的外套。白色的羊毛膏，毛毛的那种外套，会冷吗？品涵比较喜欢紧身还是宽松？我好像比较适合宽松的衣服，因为我已经很小只了，如果穿紧身就会显得更小只。我穿比较宽松一点比较可爱，我自己觉得。如何呢？里面穿一件长袖薄 T 恤，就让它这边有一个衬，然后也不至于到太冷，好像可以耶，对不对？好像可以，还是我去换换看，我去换换看，好像可以哦。对，里面可以圆领 T， 白色呢。好像可以哦，好像可吗？我去换换，我去厕所换换，等我啊。谢谢苍苍送出了玩手礼，好像可以耶。所以我裤子还没换，我裤子还是穿我的睡裤，一个短裤，很可以哦。可以太随便吗？还好。你听，谢谢苍苍的告白气球。戴个耳环，我今天想戴这个，之前阿飞桑送我的耳环，好像可以戴这个，也是比较偏帅气一点，因为毕竟今天也是比较休闲一点，好像也可以配这种帅气的耳环，也不会太突兀。
这个耳环有点像牡丹制服的耳环，银色的那种，是不是可以啊？今天也是比较 sporty 一点，比较运动中性一点，男孩一点，所以这种好像也行。轻松好看，很可以。戒指呢？戒指其实也可以戴，哎，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很少戴项链的人，比起戴项链，我好像更常配耳环。哎，我因为我自己觉得项链好难搭配，我很常不知道穿衣服要搭什么项链，我觉得项链好难哦，所以我比较常在耳环上做变化。今天戴上，可是我今天已经有耳环了。而且我好像没有适合这个穿搭的项链，我真的项链比较少，项链好难。这件衣服多长配短裤会不会下半身失踪？会啊，但是穿这种不就是要下半身失踪吗？就是男孩感、男友风，就是要大一点的大学 T 这种，盖住裤子一点点，然后配个长袜球鞋比较可爱。大学 T 配件干嘛？真的。项链就是一个不会太长的话，我知道的都一条戴很久。没有，干嘛说女生项链也是很麻烦，就是因为根据不同的心情，对，女生心情很多变，根据不同的心情跟不同的衣服、不同的天气，我们就会想换不同的项链，不能一条搭到底，很困扰。我觉得我也要慢慢学习项链这件事情。虽然这条这应该也是一个不归路，就是当你开始搭配项链，你就会买更多的项链，所以很是一条不归路。但你要的话，肯定是戴项链。对，我觉得我应该比较适合那种小小的坠子，不要太大的那种。我也是想找一条，就是不管什么穿搭都尽量可以搭配得上的项链，就不会那么不实用的感觉。谢谢梦的猫铃铛，偏好细的吗？我觉得我应该偏好细的项链。今天发型呢？今天就放头发吧。我其实平常出门聚会很少会用发型，顶多配帽子而已，因为我不太会用头发，所以顶多配帽子。哇哦，化妆了，还没化完妆。我今天点了一杯奶茶，然后我点无糖，真的是很没有味道，就是很像水。说哪里有画哪里没画吗？还没画睫毛跟卧蚕，太正式了，很隆重吗？好啊，化妆了，化妆时间。哦，对，我还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我怕大家忘记，我先问好了。就是你们会觉得我北海道照片分太多篇了吗？发太多篇。因为我真的想要发的照片很多，就觉得在那边拍的照片都很漂亮，想跟大家分享。可是在想说会不会分太多篇，就是一直在洗版大家的感觉。不会，太少篇。因为我看很多就是可能会集中，很多人都会集中，可能同一篇就是北海道玩的照片就两三篇的。
可是我在想要把一些我觉得好看的照片留在我的版面上，所以我就会拆比较多篇，你知道吗？这是排版的问题，我就会把它拆开来放，就不会放在一起。就是想要把好看的照片放在第一张，就是放在我的版面上。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拆太多篇，因为我大概还有，1、2、3、4、5、6、7、8、9、10、11、12篇哦。就会不会觉得拆太多篇，一直是北海道、北海道、北海道的照片。而且我很怕我中间突然要发一个业配文升写之类，然后我的版面就乱掉，你知道吗？我要赶快发完这些照片。但是十二篇中间是不是会卡到升写的业配啊？而且你都会人物跟食物混着发，好棒！冬天有人会死很多次哎。对啊，我会不会？我目前还有十二篇，我要赶快发完呢。困扰，而且我发现我北海道的照片还没有发那种超级雪地照，因为我前面比较是走一个那种暖暖的色系，然后比较复古感的照片，但我后面会开始比较有雪地、蓝天，然后白雪地，然后蓝色外套那种比较下雪的感觉的，就真的是雪地照，在后面比较冷一点的感觉，对。的照片，那我十二篇怎么办、啊？我要赶快发、啊，一天两篇，所以没发完就对啊。好像有的，如果是那种排版照，好像可以一天两篇。而且我光滑雪照就想分三篇了，因为我想把不同的，还是我滑雪照一篇就好了。可是我想把。不同的放在就是照片放在版面上，因为我觉得都很好看。还是我滑雪照一篇，一天两篇有分类很好，三篇啦，好就三篇，多发是可以的吗？总之不要太勤着发，不要太勤着发，触及会被涨。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就是。什么在意那个触及，只是比较在意的是版面跟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烦而已，主要是这个。没关系，我再想一下，我再想一下，我再跟我的朋友们讨论一下我要怎么发。我觉得你在意版面就照你原本想。很难耶、欸、我真的觉得滑雪照好好看哦，很想分三篇，十二篇谢谢。怎么那么可爱？让我再想一思考一下，谢谢谢谢大家的那个建议。分三篇我可以，就是如果一篇的话，就是可能第一张会选一张照片，然后剩下的发在后面，然后三篇的话就是照片拆的比较散。反正不管怎么样都会按赞留言跟分享，因为我想说分三篇我的版面看起来比较丰富。但对，就是看起来比较丰富，但是常常因为在想说，是同一个活动有时候分三篇吗？真的很常常很纠结这些事。好，没关系，我自己纠结。谢谢谢谢大家的建议。看到很多我的烦恼是今天是不是太幸福？谢谢大家。我都是常常会独自纠结这些事。我们很认真品味，不是无脑狂吹捧。我懂，我懂。其实我就是很奇怪，我这人就很奇怪，就是常常就是
内心已经有一个想法，但还是想问大家意见。然后问完大家意见，自己又在那边纠结很久，就有问跟没问一样，就只是想把问题丢出来，可是只是还是会纠结很久。但我基本上是现在是就是每天会发一篇，基本，不然我感觉发不完。很多照片浓缩一篇超不好，那晚上就来，我今天应该会发啦。对，今天会发。好，原来是这样。感谢大家听我的，听了我的烦恼。那我要来化妆喽。化妆。现在要化什么妆？像你直展翻拍发了九篇。翻了九篇一个月发，我现在马上去找你法师对一下，就让你确信自己想法，不要再纠结。纠结，我真的是一个很爱纠结的人。你们看我刚刚光想衣服就纠结多久？说不定我现在穿这套，然后等一下想一想又想换，然后根本晚上出门就换了一套也说不定。对，不知道我等一下会不会又换一套。这样超可爱。我等一下想一想，又不想穿这个，怎么办？现在去把你的袜子、裤子拿出来，然后封印衣柜。对，我是不是现在就要决定好我的裤子跟袜子？这样等一下我就不会改变心意了。定妆中，而且我外套还没选好，我外套也是要穿什么？好烦啊，好烦啊。开赌。但我今天想戴这个耳环，然后觉得这耳环好像蛮搭着头。唯一推荐蓝色大衣，可是蓝色大衣不搭我今天，不搭我今天的衣服。不要烦得这么可爱，善变女人脸。好，我先化妆好了，我不要再浪费时间纠结这些事，我先化妆。我每次都会被切换骂，你知道吗？他就说你是要浪费多少时间在这些不重要的事情上。他说我穿衣服跟化妆是不重要的事情。他说你不要再浪费时间在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上，反正穿什么。别人都会觉得可爱，别人都会觉得你漂亮，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说的也没错。的确，反正我好看。衣服很难挑，但它是对的。语气有这么和缓吗？切换不懂这方面困难，这倒是。好，不管，我先化妆，好吧。那我刚头上的发夹，我是丢去哪？你们有看到我刚拆下来这个发夹，我丢去哪了吗？它不见了。我刚刚是不是夹了一个发夹？哎呀，真的不见了！我丢去哪了？哦，我丢回去化妆包了吗？这个吗？会不会觉得我换电话多？我这平常就是这种烦恼的时刻、纠结的时刻，就会话特别多，所以大家不要太压抑。我平常就是纠结的时候，就会常这样自言自语，越多越好。就算不论如何，大家都会，我相信这还是非常重要的。好久没有烫睫毛，你现在夹睫毛的样子是不是
很丑，对不起。秋姐一直问意见的时候有点可爱，对不起，大家就是我的那个解答库，你知道吗？我真的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影响的。如果有大多数的人都跟我说这个比较好，我就会选那个。虽然我内心虽然可能有另一个答案，可是当我问大家，大家都一面倒的选某一个答案的时候，我就会改变我的心意。所以，请大家在我下次问你们意见的时候，你们先同意一个意见给我，不然我就会一直纠结。因为当大家又不同意见的时候，就是你知道更纠结，你知道吗？就是有人说那个，有人说这个，一半一半的时候会更纠结。所以如果我下次问大家二选一的时候，你们先统一一个答案给我，这样我选会比较快，选择的比较快，比较干脆一点。下次我再有类似的问题，大家可以先去群组讨论一下要给我什么答案。意见要统一一篇的，还是我只能 follow my heart， 我只能跟随我的心了吗？用投票，Follow your heart， 你的任何选择肯定都是正确的。我发现我还没戴眼镜，然后我就戴假睫毛了，算了。你们觉得我今天要戴小的眼镜还是大的眼镜？小的眼镜就是我买了很多，比较便宜，没什么事的时候就会戴那个。大的眼镜就是表演用的那种，比较贵，但是比较大。你看，我又在问你们问题了，就是代表我又在纠结。小的，舒适度大的比较舒适，小小适合小。小的吗？都是日抛，可是大的我都会戴，比较日抛戴成三天抛，因为比较贵，我就会戴三天。睫毛有睫毛了，漂漂亮亮的。小的吗？这样眼睛不会不舒服？不会啊。是不是小的人比较多？头小的，不要为了这个开大的，好像是有道理。反正这样轻松吃饭嘛，就是干净简单这样。好，小的，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小的回来就可以拿掉，确实啦。
今天这餐看来有1000家，不一定吧？我吃便宜的，我也会化妆啊。吃便宜的跟朋友聚餐还是会化妆，跟吃什么没关系，是看跟谁。我是看人去决定我今天的场合要穿跟化什么妆，跟吃什么好像还好。对，看人，不看价值，不看这餐的价钱。我跟朋友去吃，就是轻松的，很轻松的那种。朋友一起去吃，也有素颜去吃过很高级的料理过。有啊，我也有不化妆去吃过高级料理。如果大家都化妆，会有压力，必须化妆吗？会。假如这个场合大家都有化妆的话，我就会化，因为不能输啊，要漂亮，要漂亮，不可以，就是化妆会比较有自信啦，只能这么说，对，化妆比较有自信，就是需要应酬啊之类的场合的时候，就会化个妆比较自信一点。随便都赢，真的受不了。有吗？素颜的时候还是有差了。化妆跟打扮一样，有用心处理就会觉得自己好看。真的，我真的觉得有差。岔话题，昨天韩寒称赞你的颜值精致，很可以的。我被称赞颜值精致吗？谢谢。原来我是精致颜啊，精致颜怎么听起来很像什么台糖盐巴那个上面包装的名字，精致颜。睫毛膏蛮好用的，这是1028，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之前不是推荐那个 CanMake 吗？ CanMake 那个很好用，然后这个是我觉得 CanMake 之外另一个好用的睫毛膏，1028，就是它刷的蛮长的，然后也算撑得住，就是如果你有夹翘的话，我觉得也好像也算撑得住那个卷翘度。我的眉毛很抢戏吗？很认真的刷睫毛。他说你的腿也很白很幼。他说是你拆开来看也会很精致，所以合在一起就是超级精致。真的吗？拆开也精致是不是？
晨。好像今天睫毛还不错。出门前再戴银眼好了，不然很不舒服。好漂亮，上一点亮亮。直播到几点？今天应该4:30吧。我觉得这个眼影也很好用，也是102吧，哎，这没有业配哦，就是刚好我觉得102这一格亮亮很适合拿来打卧蚕。吃很晚没有啊，今天吃蛮早的，6:30吧。这样你的口红会配桃粉还是红？我应该会配那种珊瑚色、橘红色吧。谢小轩的粉丝团打 call， 是说你会口红混搭吗？会啊，我会。可是通常是在家画才会这样，如果出去补妆的话，就只会带一支口红比较多，不然太麻烦。就是在家画会画好混搭的颜色。但是出去外面吃东西掉了补的话，我就只会带一个颜色出门。谢谢树的猫铃铛。原来混搭这么常见吗？我之前听到还以为是什么秘招。混搭很常见啊，女生化妆品其实很多画法，有时候也会把比如说腮红拿来当眼影，或是口红拿来当腮红，也很常会有这样用。其实口红可以拿来当腮红啊，如果你没有带腮红的话，口红就这样沾一下，就把它拍开。然后腮红也可以拿来当眼影，就是对，很万用，不会怪怪，不会怪怪的。现在很多品牌也都有出那种唇颊霜啊，就是口红跟腮红是一起用的一个东西。真都是浅浅颜料，通用。我的卧蚕笔呢？我的卧蚕。
有卧蚕了。谢谢钢铁韩粉的打 call， 无敌了无敌！鼻影鼻影鼻影很重要，有没有有没有擦有没有擦？鼻影真的很重要，看似没什么，但超重要的，这样鼻子就立体了起来。鼻子有没有立体了立体了？打亮。有差，但发现有差的我是不是死亡的？谢谢阿元的掌声。上次之后有决定要补染头发，我觉得应该有。我觉得我之后可能还是也会留着两撮，但是可能等到下一次要染的时候，我应该会先烫，因为染跟烫也不能太近嘛，头发会坏掉，所以我会先整理烫的部分，然后染的部分应该再久一点之后。完全体，等下再补个口红就可以了。耶，一个完妆了。等下戴隐形眼跟补口红。我真的觉得这很好用，出去旅行也很方便，公演的时候也直接带这个，超方便。谢谢你留耳圈染，我一辈子感谢。好看是不是？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哦，所以但里面已经长出来了，你们看。还是我就再去漂，反正内层应该还好， 是没有，也没有到那么排斥再漂了，就是内层一点点，它长，因为它长出来了。它现在长得很像那个 Pocky， 那个饼巧克力饼干 Pocky， 就是巧克力跟饼干的部分，像不像？Yeah，Sorry， 我收着我的很像打仗过后的桌子，等一下化完妆都很像打仗。等下再用个头发，超好看，每一秒看到都好想旋转跳跃后空翻转，然后求谢谢班长的亲。红剑后空翻转十圈单膝降落求婚也太难了吧。谢谢冰笑泉的猫咪汤，你现在这个光怎么很好看？光很好看，刚可以来夹个头发，因为你带光弄头发咯。桌子上的东西感觉
很多，对，化妆的时候东西很多，但平常的话我会收的蛮干净。我只有化妆的时候桌子会很乱，可是化完我就会收干净。是个不喜欢桌子杂乱的人。谢谢包子的相守之心，谢谢中影的真情告白。是不是很快就掉？我的头发都没有很持卷，可能是因为有烫过的关系吧，所以烫过离子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很持卷。加上我头发比较细软发，所以卷发也是很快就掉。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场表演很少用卷发的原因，因为流汗就掉了，就没有卷发，所以我也是现场比较。少用卷发。我会戴帽子，因为今天头发刚洗完，蛮顺的，所以应该不用戴帽子。而且今天妆蛮完整的，所以可以露出脸庞，不用戴帽子。通常戴帽子的时候，就是懒得整理头发，或者是妆没那么完整的时候，就会戴帽子。通常我完妆就不太会戴帽子，因为戴帽子很常会压到刘海，就会也没到那么好。我自己没有那么喜欢，就是因为会压到刘海，就刘海会变得比较长、比较塌一点。平安有棒球帽吗？有啊，我很多。帽子，女生出门真的需要好多东西。好险我出门真的是让你，感觉可以穿一个棒球外套，外套还没想好。最后刘海好像有点太长了，可是现在也来不及剪了，先这样吧。而且我想要慢慢把它留长，因为我不想要那么厚的刘海，所以把它留长一点再修。
谢谢阿华的猫铃铛。把刘海弄不好，谢谢好人的钟情玫瑰。小坚持，刘海弄不好。喷发胶咯，今天决定喷比较轻的这瓶，没有要表演，好像可以喷。谢谢小秋为这世界增加美丽，你的贡献值得诺贝尔奖。有这么有贡献是不是？谢谢黑杰克的猪猪你哦，谢谢。谢谢钢铁韩粉的真情告白。
现在好像也可以弄个耳后，轻松轻松勾耳后。OK。我上次看到一个 Eco Love 的。偶像就是教说怎么样勾耳后是完全不会掉的，好像就是这样转转转，然后绑跟后面的头发弄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很简单的勾耳后，然后不会掉，像蛮实用的，我来试试看。他说，爱的人絶対くずれないの耳かけ。绝对不会崩坏，就算跳舞也不会崩坏的秘密卡片。试试看，就是不想要编发，可是又想要勾耳后的话，简单的这种，像这边一小撮，然后跟后面的头发用在一起。就好像又绑的不一勾的好像不是头发，是我的心。你在讲什么啊？我怎么听不懂？有哎，有成功吗？这好方便哦，不用编发也可以耳后，好像很方便。对，就是懒得编发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很快。学到了，学到了。很赞哎，我觉得很方便哎，好方便的一个小方法。小 tips， 漂亮吗？不漂亮吗？独自美丽，终于完成了。今天直播时间掌控得很好哎，耶，差不多差不多。谢谢苍苍的带你去流浪，谢谢，谢谢包子的舞台公演，谢
谢谢包子。刚下课就看到这么多。差不多要来念排名了。哦，我的裤子跟袜子还没想哎，等一下再弄。谢谢庄颖的真情告白，谢谢金佑的掌声，谢谢阿元的猫铃铛。袜子等一下随便拿都可以啦。哦，我今天应该要穿黑色的一双吧。我说如果腿露，我穿这双腿的很长一点的话，比较 balance 比较好一点，才不会有点上面很重，下面很轻的感觉。毕竟腿，我觉得我腿太细。哎，我是不是讲出很让人生气的话？对不起，我不是炫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太细也不是一件好事，太细真的比例很怪，知道吗？就是比例很会，感觉头撞脚轻。如果我上面穿这么就是厚厚大大的，所以应该会穿这个黑色的袜子，这样比较长一点，这样平衡比较好。这双是金香菇姐姐送我的，考到驾照的礼物。考到驾照的礼物，谢谢，谢谢金友的红玫瑰。谢谢嘉维的掌声。那我差不多要来念排名了哟，各位。考到驾照还有礼物，太贴心了。品涵敢开到台中吗？目前不敢。黑色拉长比例吗？没有哎，跟颜色没有关系，是因为这一个它的桶比较长，所以可以就是看起来下面比较重一点，不会上面很重，下面很轻，感觉跟颜色没关系，主要是它的桶比较长一点。对，就不会腿的部分露出来那么多，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就是头重脚轻。好，那么差不多来念个排名了哟，各位。第十名庄颖，第九钢铁韩粉，第八雪代巴，第七好人，第六黑杰克，第五王小虎，第四金佑，第三班长，第二苍苍。恭喜苍苍班长跟金佑可以指定啦，苍苍班长跟金佑。吃饭款，谢谢。搞错排名，哎，我搞错排名了吗？哎，我搞错排名了吗？你那边慢了，我按错了是不是？我按错了吗？还是我刚那边慢了？那我重新念一次，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念错了是不是？好，我刷新看看。对不起，我重新来一次好不好？刷新不一样了哎、欸。
好，那我重念哦。第十名庄影，第九高铁韩粉，第八雪代巴，第七好人，第六黑杰克，第五王小虎，第四金耀，第三班长，第二苍苍，第一包子。恭喜包子、苍苍跟班长可以指定啦。Sorry， 对不起，对不起，包子、苍苍跟班长可以指定。谢谢。可以指定喽。指定品还是黑社会老大粉丝小弟们未按时缴交保护费。我问你们，不行，我要升一点。请问这个月保护费呢？为什么没有交？现在就给我拿出来，不然小心我找你们麻烦。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给我拿出来哦。凶吗？凶吗？想被找麻烦是不是？不想活了是不是？你们活腻了？不给。谢谢班长的指定。谢谢班长。要多少都给你。好的，还有谁要指定吗？请路边拦下来盘查。来个近距离的今日份可爱吧，近距离的。够近吗？够近吗？请品涵用今日份的可爱电我吗？今日份可爱，谢谢苍苍，谢谢包子。
就是说的不收这种的心脏暴击的怎么办？你大拇指是弯的吗？比爱心好看。我的大拇指是哎、欸，是弯的。谢品涵不客气，那就差不多下播喽，谢谢大家，下次见啦，拜拜。